爬山路了。现在是森林之路，天气比较暖和，就比较舒服一点点。丛林花开，这个太阳晒着，还可以穿，不用穿那么厚，就很舒服。好了，我上岸了。现在我要去看小犀牛啦。我要进园喽，给大家看看小动物。好大的屁股，好臭啊！小兵，我在这儿。现在我要去看小猴子。我们也没有那个导游，我们就跟着别人的旅行团后的蔡永强的那个导游。我刚刚爬了好多楼梯，今天可以说算是减肥了。人猿泰山本源，这是小峰头，他们好厉害，一动不动。他们在玩两三个人。然后我已经逛完啦，现在要走出去了。看到了好多小动物，还有那种小熊猫，他们超级开心。收工早，然后可以出来旅个游。好久没有这样森林里散步。好了，现在坐车回去啦。回去吃火锅。应该9点吃吧？太开心了！有点累了，不想。